佢唔使讲系边个都知啦，港姐出身嘅袁黎明啊，细细个嘅样子，你又知唔知系点呢？等等，就系、是、佢。因为咧放学咧可以成日同啲同学玩啦。嗰阵时四年班，咁谭咏英姐姐咧就嚟我哋学校就做采访，因为我哋系全港差唔多唯一一间嘅寄宿小学啦。咁跟住啲先生就拣咗啲同学俾佢访问啦，咁我就其中一个咯。讲啲嘢都几搞笑嘅，但系其实语气同而家都系差唔多。四三零年代，你记唔记得有你有我广场啊？试过自知，若系未试，点知不可以。看看当年星爷和谭玉英姐姐主持精不精彩？精彩，很精彩。识看梗是看他啦。杨姐不说十班笑，默默笑。觉得自己呢、都有些天分啦，有少少表演欲啦。咁其实我就想就是做小演员嘅，做啲儿童节目啊咁样嘅。咁呢一个咧就是我呢个小演员嘅计划当中嘅第一步。我识董敏利，最后都做唔到小演员，唔可以同呢一班小演员一齐演出啦。杜敏俊，张宇东咪系杜敏俊把声咯。千颂伊，我爱你。当年小朋友嘅另一个梦想就系同佢哋玩啊！接接接，我系耕田鼠。接接接，我系环保鼠啊！接接接，我系邮差鼠，你有信啊？接接接，接接接接，我系好奇鼠啊！还有好多 hit 到爆的环节，你们最喜欢又是谁呢？